哎呀哎呀，俺小爷给我爷爷拿了个大的，哎呀，拿一个大的，哎呀，好厉害！这个有骨头，你得掰开，掰开吃，里面肉好多了。哟，你吃吧，妈妈做的。你吃吧，妈妈做的。哎呦，小小姐姐吃了，给我买。这个还真不能给屁吃了。嗯，别晒地呢。得得这儿10块钱。妈妈带去。是吧？你乖乖去走，10块钱。爸爸没有了。爸爸没有了。哎呀，好乖乖。奶奶吃的行吗？哎呦哎呦哎呦，快点给奶奶拿一个，哎呦真孝顺，谢谢。不是也客气。不用客气，多少钱也客气。哎呦，我尝尝嘴，你给我拿的这个好吃不哈？哎呦，行，你拿这个肉还有几多的，真好吃。我的倒不给你。哦，多的你给我好。你哥吃了，哥哥吃哪样？怎么样？他家哥哥吃吧。给奶奶一个。再给奶奶一个。奶奶一个。你说，这个多一个。哥哥没有了呀。哥哥没有了。你哥哪来呀？哥没有了怎么办？叫哥哥吃吗？你哥哪？叫你哥哥吃吧。叫哥哥吃吗？你多少米呢？哎呀，好孩子，谢谢。还嘻嘻笑笑吧，哈哈哈哈哈！还笑笑吧，叫哥哥谢谢你。嗯，看你没说谢谢了，那说还谢笑着我，哈笑着回来吧。长肉挺肉长的，嗯，有挺的。挺厚肉的吧？嗯，你说那啃骨头，你姐，哎，我说这不是鸡蛋骨啊？他说我多少钱你啊？我听了8块一斤，他说3块多少钱你啊？啊，你说你买我再买的，我买我买10块钱，你说这个哪里好？最少吃上什么去哪里？奶奶，我要喝糖。没有喝糖？糖。好，没加糖。没加糖。行，不着了，我尝尝尝。烧了很久了。那可不着，也饿不着，啥都会要了。嗯。嗯。那买10块钱的，一家人还摊不到一个，摊到一个，我说。嗯。没几个。人家要骨头片，对，人家炸肉，还有肉炸的啥的。哎呀，要不你吃完了，给奶奶。再吃点肉了，行吧？就注意了，咱们。奶奶，我再吃一个。你拿吧。不是不见你吃。我再吃一个了还。